哎呦，新年就是爽，我跟你讲，要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没有人可以管我，你知道吗？吃鱼嘛，又吃过年饼子，他吃到满地都是饼干碎碎嘞。这样子，今天大年初一不能少点，明天一定有都买你的。没关系啦，新年嘛，一年才看戏啊，就是吃的开心就好了。嗯、姜吃香好像也，可是吃到姜也太过。你们在去训练什么啊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没你吃，你吃，你吃，开心就好嘛。好吃哦，那个。新年快乐，拜拜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什么？红包，红包，红包！我们都没有结婚，红包啦。没有想到我一眨眼，你们就这样小，这样大一个人了啊！我啊，以前不是小不点吗？他这样吃到这样高的，比他爸爸还高嘞！哎呦哇，我记得他们两个啊，小孩子的时候呢，一直抓着我们的手，哎呀，表哥表姐，快点看我唱歌，快点看我表演，我要跳舞给你看，这样的。哎呦，很可爱的，不要给他们表演还哭。是喽，那不要讲表哥表姐没有给你们机会了，现场来一段，哎呦，来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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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精彩，好啊，好啊。OK OK OK OK， 手势舞是蛮可爱啊，这门人就好像还好哦。我弄，不用紧啊，坐坐坐坐。哎呦，我们聊别的啦。人长大了，我们才艺有没有进步啊？然后最近你们还在念书吧？刚毕业，刚毕业，才刚毕业，成绩好不好啊？还不错。哎呦，吓到我们刚毕业长得像老水。哦，哎呦，哎，几时结婚啊？还没有拍拖，哎呦，没有去认识人，一定是不会聊天啊，不要每天玩手机，要去跟人讲话。对，像我们这样就很健谈。是啊，讲的话很好听。我们何止健谈啊，嘴巴也够贱的。没有，你贱罢了啦。新年讲过你好话嘛。哎呀，贱贱。哎呀，每个人都忙，怎样？买了很多东西的人来了。就是啊，你买了这么多东西来做什么？就没有人吃啊！哇！阿哥阿姐，我来跟你们拜年了，新年快乐哈！祝飞猛进，身体健康，火力满分 ，Love you too！ 你穿到这样啊？哈？你觉得我很夸张啊？你看，怎么？我这样穿有问题吗？哇，表妹，你怎么知道表哥喜欢吃干的呢？喂，你放下来呀！这些是我用来泡干的。泡干。哎呦，什么年代了，表妹，这一招不 work 的啦！想当年啊，我还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也是去泡干的，我还买整箱干的。不过哈，一个回应都没有。不管啦，我今年就是要脱单呐！哎呀，现在很多 A P P 可以认识朋友了嘛，用什么泡干浪费食物来给我吃、啊？喂喂喂喂，我在这里，我找男朋友啊。陪我一起写啦，去那边拿笔啦。你呢？你要吗？不要了。那厨房有胶，你要泡胶吗？